长的黑夜，抬头看看星星，此刻正脸呈现。也许是一场考验，看散落的心灵，此刻是否并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度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当你祈祷能各位团员，今年首先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增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确保党委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我们更要积极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学习，践行初心使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经受考验。团员们应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首出新当使命的现实考题，在危急关头、危险时刻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要发挥打硬仗的战斗作风，敢于斗争，敢于担当，敢于奉献，在基层一线树立团员先锋队的标杆。第三，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制度规定，带头将疫情防控工作各项要求落实，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落实好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各项措施，带头贯彻上海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和三个覆盖、三个一律等工作要求，落实学校对疫情防控工作相关安排每日上报，不得提前返校。各方任务整整贴合，你我相加齐心加油，辽阔心中赤子包裹，衷心相加齐力加油，与同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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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加油，共度难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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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加油加油。来一天是保平战，雷火神山防御胜，戴上口罩遮挡病，政治场的战病魔，各方元武铮铮铁汉，你我相加齐心加油，辽阔心中赤子报国，衷心相加齐力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